那我先来唱啊。这是我画的。猫掌是妹妹画的。猫掌是我画的。耶，我十岁了。看我，看我，来三、二，好。今天特别有帮你准备灯光的小猴子，这样可以吗、啊、？OK OK， 点好了，三二一，点。三二一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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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把最重要的拿开来，等一下给要给寿星吹啦。好，三，等一下我先学。好，三二你，哦，终于终于一啊，这什么东西啊？等一下会掉了，我这边打到钩子了。我要日文。切到中间去，切到这边。喂，我要饭团，我要饭团，我要饭团。OK， 切好。来，来，同学，顺便，哎，生日快乐歌，切到底了。生日快乐歌的生日快乐歌。这块是姐姐的，这块姐姐的，来拿去。妈咪，你要哪一个？你是买鲜奶油来打？鲜奶油要加糖才能打发，就直接打就可以打。加糖我觉得反而要太甜。加奶油比较好吃。好吃啊！我之前做过那个蛋糕是用奶油。为什么妹妹的就有脸，我的就没有脸？生日的时候，哦，妈咪，你戴那个好可爱哦。嗯，真的有个脸呢，你看，眼睛、眼睛、嘴巴。好，我要吃掉。不要。吃到身上了，在那个，那个铁道自行车、八路子火车站那里。谢谢。哦，对。哇，很奶奶，很奶奶，很奶奶。这是狗狗，这是黑豹。妈妈把我赶走了。这是黑豹，不是他的妈妈，他是狗狗，就是黑豹。我是卡布奇诺豹。卡布奇诺豹。卡布奇诺豹，因为我是卡布奇诺的颜色。哎，小虎，今天也是我生日嘞，忘记许愿了。三年，你们自己没许到愿。有有有有。今天是爸爸的农历生日。哦，我希望。你找不好的预感了，拜托救我。我想要两个人都帮我相十个，快点来！减一岁零个，猫咪十个，快点啊！哎，姐姐没有点奶油，减十个，快点快点来 ！OK 了，你这不是有怪爸爸印章？快点，快点！不要，来，小胡，小胡也是白熊，跑！姐姐来，我来，你用后面看。你用脚踢他，用脚踢他。你要对镜头。啊，你去那边踢过来。好，小胡，你不要踢白熊。Action！ 小胡，踢白熊。小胡，踢白熊。看来要去参加跆拳道了。没换你踢啊。用脚踢啊。好好好，来开始打，来开始打，快点，好，开始打。三，然后你要先开头啊，先开头。然后说要做什么？零五三三，我是零零，零零一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要来打生日台球。白熊头面面对这里，先白熊头要面对镜头。你们负责让白熊面对镜头啦。Action！ 四月二十三，礼拜四，姐姐。生日，对，好，我们已经包好姐姐的生日礼物了，然后要放进姐姐的白熊里面，这是妈妈和姐姐一起做的白白衣，然后我们要把生日礼物放进去她的头头，那个
个小洞洞里面有会装他生日礼物，就一个一个进去。这是姐姐生日的335张贴纸的贴纸，进去。原来这个是鼠鼠小猫，是一种桌游游戏，放不进去，太小了。感觉是厕所，厕所，不知道是不是厕所，放进去，包了就不知道了。好的，再来换下一个。小孩的游戏是会有的那个，像可以玩躲猫猫的小栏杆可以爬的。那这个是姐姐的笔，橡皮擦。是一种笔的橡皮擦，虽然外表是笔，可是里面不是装笔芯，是装橡皮擦可以擦。它这个是客厅展台的椅子，是沙发。是打洞机，这边打一个洞，然后它这里就会有你刚才打的那个。水水，跟那个打毛尾巴结一样嘛。这样就不会掉了。打毛尾巴结，猫咪，来，你站在椅子上，把它拉起来。好，放在桌子上，对，放在桌子上，可以哈。你把它拉断。没有啊，是。好，我们再重新用好了。毛尾巴打死结就要像毛尾巴打死结一样啊。还是用这个手。可以吗？好像可以哈。不是啊，你等。好像有点可以吗？几十块。竟然掉的少了一个，而且肯定又来的就是多了一个。咦？好辛苦啊！对啊，对，我错了，太辛苦了。三层纸。就跟你讲过，要打下面。好，三、二、一，砰！砰砰砰！还是打上面。来了，我们又站了一打了。来，我们换工具，。小心不要互相打。小心呢、啊，一人打一次，一人打一次。快破了！快破了！快破了！他的头快掉下来了。换猫咪，猫咪力气比较大。换猫咪，姐姐呢？刚拿姐姐那一只打好了。来，三二一。你要面对镜头打、啊。好吧。对。要打死我！三二。妹妹面对镜头，对。好，我们先挖一个洞让你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破了呀！破了破了破了！你把那个靠下去，然后只能往下拉就可以了。快！好，三个。大力一点！你好啊你！里面是什么东西啊？姐姐去捡礼物了。我找一下我的，我要没事，我的烟草，我好运哎。对，好运是不是这个？我你还要谁收？这个。巧克力。下去了。这是
把它放到那个，放到那个桌上。我的猫咪可以哦。来，我来帮你扫。妈妈那个来扫，我来扫，你在那边还一只扫把，你们两个一起去扫一扫。有吗？还有小只的。姐姐，我扫这边，你扫那边，你扫那边。哎，我扫那边，这边，这边比较好扫。姐姐，你去扫那边啦，那边比较难扫。你去扫那边啦，姐姐。来拿个袋子把它装起来，去拿你的垃圾桶出来。垃圾在一起。然后去拿你的垃圾桶出来。